去他妈的，来给我干他！反正就这一次机会，我就扫就完了啊，也别防御了啊。唧唧歪歪给我炸，直接炸1100，数据输出很稳定。咱们从左开始，一个一个来啊。对，从左从右开始开，这鬼将这一个大连击出了一个林中鸟，帮爆一下必杀啊，直接第一回合数据伤害直达7000啊，稳的一批。我还有一次横扫呢。好了，抽奖时间还有最后13秒，还有没刷包子的学们抓紧时间上一上，很好中，很好得到，你可以试一试。我大哥，我107级，反间啊，反间之计76级，你让我用啊，我还不如对不对扫一下呢，扫出去了303 339 492，稳住稳住稳住，被封的时候起个纸人猥琐，鬼将的话继续出手，咱们优势是宝宝多啊，这次对于你的操作是个考验。阿明，你觉得如果你的操作不太行的话，让刘洋跟你一起操作，对，对着一个怪疯狂的 A， 他能有多少血？一个任务怪，对不对？再牛逼，他能有多少血？干他啊！我觉得包过的啊，我觉得包过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跳。阿明，加油！阿明起纸人之类的啊，起纸人起法宝，武装套是能套掉你的法宝，但是你的法宝是主动可以用的。闲着的时候啊，不要真的闲着啊。有大金的话可以直接给宝宝吃啊。对面这个封是怪物 NPC 的封印，它不带那种经脉的啊，经脉的效果。好，起了个纸人，横宝贝横扫616啊，4000血。阿明先出一只，出只马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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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出一只马面，出一只马面，不用慌啊！然后马面再开始重新飞机。对面其实没啥实力，刚才那只宝宝死，只是因为鬼将加点选择的均衡，你开局宝宝选的不对而已啊！一旦进入你的输出环境和节奏以后，对面的话也是根本扛不住的。你看一下谁是武装的怪，实在不行的话就等套子没了的时候让我先跑，然后你再跑。化生寺先秒，能出手的时候先秒，看谁是武装先干的，先打死一个怪啊！加了一口血，这他妈太怂了，哥哥别加血，加血就输了。可以，这次包过的，这包过，这包过，这包过啊，这包过，这马面教他做人了啊！不用拉我，不用拉我啊！日月光华，这是普陀，魔化生蓝有都是，四香生育女儿村来。化生寺，化生寺，我看啊，下回合宝宝被封了啊，化生寺要不拉起来我吧，化生寺拉我，化生寺拉我，化生寺拉我，我先跑，你后跑啊，你先跑，我后跑啊。其实大家也能看得过去，一定能杀过去，但是太费时间了，半个小时，你们也不想看，对不对？其实。这个化生寺其实稳的一逼，而且我们宝宝也特别好，要杀的话是一定能杀过去的，就是太磨叽了啊。嗯，正常来讲是一个队人杀的，但是我们能杀过去就是太慢了。再瞄两下，对面怪都快死光了。啊，你会舍生如是会舍生吗？魔化生。你会舍生吗？你先舍生一下自己，你先舍生，会不会舍生啊？会舍生吗？我操，外卖大哥扔药。大哥扔药，大哥五开，大哥开上的，大哥们开始扔药了。九转拉起化生寺，化生寺拉我啊，九转拉起化生寺，化生寺拉我。阿明，你的操作太他妈垃圾了，一个这么强的号，对不对，单挑过所有剧情的你他妈谁都打不过啊！
给我们光头皮卡丘扔药啊，加油。要拉起花生刺，花生刺拉起我，我先点逃跑，我不管了啊，我不管了，我这个号刷经验比较难，真是八百多经验，死了应该掉个五六十万经验吧啊，还行啊。好，九转拉起花生刺，花生刺，花生刺拉没拉我？操没操作？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啊，很淡定，随便过。花生刺拉起我，武装没有套花生刺，很漂亮，没套中。花生刺我佛慈悲，拉起三刀继续，直接满血，满血直接跑，没跑掉。下回合一起跑，一起跑，你速度快，你先推血，你慢点跑，让我跑完你再跑 ，OK？ Are you OK？ 你先加血啥的，出个宝宝啥的啊，先扛一扛。我操，大哥，你他妈速度，你他妈的速度快，你他妈跑完全打我。你他妈个傻屌，你速度快，大哥，对面他妈九个怪肯定都打我呀，这他妈的死了掉点经验不要紧，扣除一点人气不要紧，他妈掉了150万的游戏币和他妈26万，你妈我150万游戏币。